prije tebe znaj. Ja nikad nisam znao voljeti. Od ljubavi sam dušu krio, u oči pogledati smio, njih što nisam volio. Prije tebe znaj, ja nikad nisam mario. Kada dođu i kad odu, ko kad pustiš sve niz vodu, ništa nije značilo. Al dođu dani, kad dušu hrani jedan osmijeh, jedna topla riječ. Ma gdje si bila sve ovo vrijeme, mislio sam da je kasno. 它这个温泉都在这一块，我们往这边走，它这边是一个地热点。也是相当好的一个治疗型的温泉。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呢很少有人来，因为离我们贝城比较远，也比较偏僻，但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它在位于这个科索沃跟塞尔维亚的交汇处这个，那边三方过去是到科索沃了。对。然后上面有个。 教堂，那它这个特色就是这里，它全眼冒出来的石灰质的形成一个棕榈树叶的地方。你看这里，它这个大概介绍就是从这里全眼这里出来的这一块地质是非常好的。然后很特点，它每个地方泡的地方不一样的，有对眼睛好的，有对皮肤好的。也有人喝的，那这里呢，就是温度很高的。当当当，那这边呢是那个呼吸道会好的，就坐在你看他们坐在温泉旁边，就是呼吸会比较好。你不信你感受一下，多好闻！那边都有详细的介绍，什么功能，但是。 我也看不懂这个，TV历史就是当地的语言。然后，但是它，我们可以伸下去感受一下。热的。水温大概五四摄氏度吧。有点烫。抖音的话就能拍了，你看它那个线，小球的话，手机不贵的话就可以放进去拍了。你看。哦。很好看。它漂浮的是什么？就是它的石灰质盖过的东西。 然后坐在这里就能，你去闻，你的肺就会好了。对。我在热情况下，80%是80%的，因为它下面都是矿物质，所以在下面都是矿物质。这样子，我们这个老奶奶是来自贝尔格德雷蒙，就是我们前天去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从2011年开始。 就来这里了，因为它这边的地质结构比较复杂，它，你别看我们是这个近这么近出来的地方，它能隔50米，它的是不同地质带出来的，可能有时1000米下面，可能是2000米，它这个断层的都汇聚在这里，然后它产生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像这边呢，就是一个整体是为了呼吸道，你们感觉到自己的呼吸有没有顺畅起来？ 我觉得可能有鼻炎的来这里坐上2个小时会比较好，就那个冒出来的烟的湿气啊，会有功效。那边呢，就大概50米开外有3个池，有对风湿病，然后对骨头什么类似的一些病可以在那里泡脚，应该区分是很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这种地质复杂的地方，它产生不一样的温泉结构，我们在上面呈现在一块。 很少见的这样地质结构，刚好这片温泉在不同的阶段，很多个泉眼，然后不同的深度，然后刚好在这里汇集，然后产生这个泉眼，所以大自然呢很奇妙的事情。他说让我更多的让我们了解要去外面有家酒店，他有详细的介绍，我说够了，有你这么刚刚解释，我们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先初步的去了解。它的这里最好就是风湿啊，然后那个骨头类的治疗就是泡是最好的，而外面那个他们那个酒店还有专门这种治疗型的，这边的一个多少年，因为他待这边有01年开始来这边的，
这次是一个人，平时都是小姐妹一起过来的。然后她在贝城嘛，我说，有没有隔壁邻居是中国人啊？对中国人印象怎么样？她就说对中国人印象很好，中国人都在工作，不停的忙碌。我们塞维亚人有时候真要学习，中国人的勤奋的工作态度。她说，我们其实一样的，只不过，怎么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要让塞维亚跟中国人学习，这不刚好跟我们现在的主题“一带一路”结合起来。就是我说有没有其他不好的影响，他不会，他说中国人就知道工作，没有太多的纠纷跟别人，应该像他比较稳，中国人就是比较一种稳定的一种状态，而且又比较遵守纪律。然后他在说过来的 skin 都是的 skin 没有。等，他就是说。他非常喜欢我们的使馆的工作人员，然后他问我干嘛，我说现在随着免签以后，我是生活在塞尔维亚，然后免签以后大量的中国人过来，所以我们开一家旅行社，然后开始从事引导中国人过来玩。他刚才又说到使馆，他说我们使馆每个领导，大使都说得非常好的塞语，他在电视看到，他也比较感觉比较开心，因为。他在这边工作，而且学习的那么好，就是如果你会英语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塞语的话，那两边的亲切感会更强。OK， 马拉波罗斯来过来，马达科技三分钟的，他说欢迎你们来，然后每个人都过得很好。那当然，他们都来过的视频。你说什么？那个地方是这样子的。治眼睛的哦，所以刚才那个当地的婆婆就打开它上面这个木桶上面两个盖子，打开之后会有个小眼睛，会有蒸汽出来。它这个锅盖，细米的那里。就把这个米。可以踩上面是吧？可以。是清肠胃，然后治眼睛，你不信用鼻子对着这里，然后你整个感觉就出来了，就知道了。嘴巴也可以堵上。嘴巴的位置堵在这里，对。其实也挺舒服的，很舒服啊，干嘛平时啊，熏一熏挺舒服的。那我们现在去那边，好，那我们去外面，其实这个都有温泉，它都免费的也挺好，也不收费啊。对，对，公共设施。对啊，你说你在门口拿个票，收门票完全是没问题。他们是酒店收费而已。那这每个船员。都是有代表性的，看下面帽子就是温泉，第三帽子，不能不脱的那个。然后这边就是池了。其实刚才他说像我们学习一样，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多些休息啊。对，应该向他们学习。啊。那这都免费的。这可以拍啊。方哥刚才问了一下，可以拍，因为大家没穿衣服嘛，所以问一下。或者给中国拍都可以。OK， 你看这边。对，整个气都在，都戴不了口罩。对，戴不了。你知道了，这是天然的温泉。然后就在那个河流旁边。水的温度有多少？大概这个四十来度。四十来度啊，差不多。他家刚好这里，我说他是最幸运的。他家这就他家。大伯。真是。罗辑 Viking 欧的。他也是。贝尔格勒德过来的，然后他自己这边有修了个房子，自己修的，就自己有房子的，可能以前买的这样子，然后就周末在这里度假。我在柏林要去那个摩尔，他说我说这边比海边还好。干净水秀。他说一般二十分钟嘛，二十分钟就差不多了，不能待太久，太热了。四十来度嘛。每天都会泡。好，明天到摩尔萨去。妈的。我说他可以待一个小时。我第一次要跟我的嫂子问问。妈，我让你不能不能洗我。他太热了。他说你待太久就
就他拉到上面了，我说就可以烤肉了，我说开玩笑。你这不是状态很好吗？对啊，不是有点啊。他说没有准备好泳衣，所以没下去。他在下面酒店那个位置，他那边有泳池也是一样的。他也是游客，对啊，他也游客。他说比较烫的。为什么苏大锤这么合上眼你就知道了。哦。有没有苏大的感觉？有。嗯。怎么样？这个水和这水是一起的吧？一起，不一样的，应该是不一样的。不会是泡完。对啊。但是地里漫下出来的。泡完不是更有味道了吗？有滋味了。有滋味了。好喝吗？确实可以这样。我第一次喝这种温泉，对，别这样喝了。下面很多温泉是可以喝的。啊，跟着冷掉更好喝。嗯。我去。哇，领到以后很柔和。我是说呗，我说在这里生活可以活到100岁，150岁。我说，我他说日本人想把这里买下来，买走，然后这边人没有同意，我然后跟他开玩笑。我们中国人过来买，他说可以，但大家要一起做生意，这不是典型的我们一带一路的一个框架吗？合作起来。大家一起做。叫来帮你问一下。我说漂亮的姑娘在店。挺好的，他的状态。就很放松，你知道吗？就很自然，你觉得？